大龙吗？大龙好。没死过，咋的？OK， 现在是腰不？向小海是船了吧？大剑了，你开玩笑呢？分钱分价钱，怎么走那么慢啊？好嘞，急了。比如，带致命一击的，你们列举列举。有哪个英雄？有哪个正常下路 AD 英雄？是可以对线直接把对面打到40血以下的，给哥们举例举例，哥们听一听。进无敌，给 Q 我，数值怪怕机制怪，前期不怕，中后期怕。给个眼呗，翻头翻。想帮你打，哥们。
妈四个人，我操！坏了，大悲剧，好痛啊！再换，得快一点。这欢迎也不亏吧，毕竟我们钱多一点，我们450，他300。去了，他们也不会高地，去推了。还是视野吧。好多陷阱，宝贝关我吧，特别好抓，我说大了，别打了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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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，打不了了，装什么啊，兄弟，小龙小龙小龙，操你妈，大龙吗？下了好多线，好多线，兄弟。好多线，请赶紧快去下，哥们。
浪费了。尽享 A 我靠！而且没 W 刀。啊，这闪现！大比了，换吧。有波盾也没办法，主要你有暴击啊，而且有奶妈，对面也不好碰到我。你主要看是谁的波盾，你如果是对面泽拉斯出波盾，对吧？像之前的 AOE 影焰好像有波盾，你那种就不好出盾弓和影。